鹿港南市社区伫社区内底所种植的波斯菊花海已经开始咧大开了，整个社区的环境是变甲非常的水。除了波斯菊以外，阁过几天太阳花嘛将要接咧大开，到时阵将会非常的美丽。欢迎乡亲趁这段时间前往欣赏。一大片的波斯菊花海看起来非常壮观，让人忍不住停落来欣赏。为了营造美丽生活环境，鹿港南市社区特别在日期稻作收割的时阵，种下这波斯菊花海，让经过的人拢能欣赏到美丽风景。这个社区因为吼，咱日期这个稻作挂了的时阵哦，距离那个第一期的稻作差不多有三四个月啦。啊，社区为了整体的这个环境的美观吼，啊，所以发动了这个居民啊，种着这个波斯菊。啊，这个花期吼，大概有过半月，伫农历过年前拢有。啊，目前阮社区的这个花海的面积呢，差不多有五公顷。啊，这个伫这农村物馆面前的这个花海呢，嘛是阮理事长咧为着讲要配合伊后壁的古厝，哦，啊，吼，各位讲恁来遮除了参观这花海以外，吼、哦。嘛会当入去伊内底，看到咱较早先人的要做一挂即个建筑的即款农具，啊，所以讲即整体来看起来足非常的美观。啊，希望各位乡亲有时间的时阵，恁会当全家大细啊来遮行行看看嘞。除了波斯菊以外，社区嘛栽种了太阳花花海，大开的时阵，整个社区就会变甲非常的水。咱社区除了讲有这个波斯菊以外，吼，啊嘛有种着差不多一盖地这个向日葵，啊，这个花期大概过半个月才会盛开，吼，所以各位乡亲如果有时间的时阵，啊，到时咧，请各位恁来过来到社区看看、行行看看咧，吼。总干事表示，这花期大概是到旧历过年之前，欢迎民众把握时间来南市社区佚佗，顺便欣赏这美丽风景。新竹发新闻蔡良清，鹿港采访报道。